有媒体爆出林峰陪女友张馨月参加内地亲戚的婚礼。据现场人士透露，当天林峰西装笔挺，张馨月穿着露肩晚礼服，两人打扮得宛如一对新人，十分登对。林峰毫无明星架子，与张馨月的亲友相处愉快，气氛融洽，对待小朋友更是又温柔又有耐心。据悉，林峰与女友张馨月已经恋爱一年多，感情稳定，十分甜蜜。今年四月，林峰还陪张馨月回盐城拜会家长。此前，林峰回乡祭祖时，也把张馨月介绍给了亲朋好友们认识。今年六月，更是传出林峰求婚成功的喜讯。芒果拉新闻，不知道是不是好事将近啦？报道。